你先。幼稚。走吧。江皓月，节目单出来了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主持人台本的事情。那你等我。会有点晚哦。我先走了。但我觉得稿子还需要再修改一下，对吧？可以啊。江皓月，主持的服装你有想好吗？我有白衬衫。白衬衫好。他怎么还在？你穿上一定很好看。但搭配的领带也很重要。你有领带吗？没有。没有也没有关系，我正好要帮我们班同学租演出服，到时候可以帮你借几条领带。不用了。还是要精心应对。吴叔，你们男生哪会注意这些啊？我来帮你看看适合什么领带吧。我觉得黑色比较适合你，你觉得呢？怎么了？领带我可以自己做，先走了。嗯，你先。你喜欢就好。你哥没跟你说吗？发圈是我陪他一起买的。我就说嘛，这么娘的东西不适合我。你还是好好收着吧，毕竟是他的一片心意。非选的我不要，你自己拿走。我去再说。你别回去了。听见没？让别回去了。江皓月也有今天啊。